你那个牙晃样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今天呢星期六了啊，两个孩子呢都不上网课，跟着秀丽呢回老家来了啊。现在在我们采油二厂啊，去市场上买点东西回老家啊。家里边的二弟呢也好吃肉买点肉啊，现在都是11:30了啊，炖肉的话来不及了，买点现成的，走吧。先到这个市场呢看一看，买点肉。排骨多少钱一斤？排骨24。这个24啊？嗯，这照着一个人家不能盛这一块子了吗？嗯，盛这一块吧。光给倒过管倒不是管吃吧。嗯，你这五花肉多少钱一斤？五花肉啊，五花肉得16，对，得16花肉。16。嗯，买点排骨啊，再盛点五花肉。1:30。1:30。啊啊，中中中。130块钱买这些肉。嗯，走。这咋这羊排哟？羊排、羊肉、牛肉。看嘛，弄点熟了吧？弄个羊头了吗？这羊头多少钱呢？啊？羊头多少钱一斤？羊头25。25。中。来了。买了个羊头啊，花了28。中午呢加点白菜，有豆腐的话放个豆腐炖一下。现在在市场再买点熟食，大包一份杂本，大包一份画集，一份杂本一份画集啊，铲子都中，铲子吧啊，转一下了吧啊，中中中。这个搅拌呢，搅拌呢，干豆腐是吧？来了。多放两个，哎呀呀呀，吃的焦溜溜的。嗯，这两份一共花了是14块钱，在这边呢再买点饼就差不多了。装两个韭菜了，两个粉条的，啊，掌柜了，掌柜了。掌柜有点事儿没办。啊。你咋说小勇又来卖饼了？啊，装好的。没吃饭了？没有了。啊，买点水果。买点水果。啊。你咋来了呀？我刚过来。你还没吃饭了吗？没有，回老家吃去。嗯。啊。要点啥？弄点啥？弄个甘蔗呗，弄个甘蔗，弄点橘子。啊。这一段时间差不多吧，慢慢。不中，没事。啊。天冷了，这个水果不这个啥好放点儿。好放点儿没事了。啊。是为溜溜吗？中中中，再多选点儿。拜拜。中中中，好。走了啊啊。拉片，饭了，喂了，中了。现在到家了，朋友们，
哎呀，老家这感觉还是好。爷爷，你走快点吧，人家都抵达了。哟，抵达了，漏了。还好，一热一冷，一冷又更容易感冒嘛。那冰箱温度上，那个排骨，这排骨是咋弄啊？排骨黑家炖的，面这是炖母鸡了。排骨跟着肉。嗯。不大吃的。上午把这个羊头我熬上去。你吃吧。啊。炒这个豆芽。整个炖那种吗？撕开呗。你都不用撕，整个一炖一烂。撕开炖吧，你听我的，你到时候热乎的，到时候再撕还好撕了，是吧？把这羊头一撕，加点白菜。啊，不贵。多亮，还是老家好。哟，哟哟哟，哟这。哎呀火到手上烫回了啊，吃吧。呀，弄得了，快点弄的，弄得不饿。嗯，吃不了一个，吃不了。哎呀，吃呗，冰弄了不能。嗯，你吃冰吗呀？不是，嗯，好呀。好像上俺这羊肉上看管不？嗯嗯。啊，羊头汤那是。嗯。嗯，加点白菜一炖。嗯。是吧？嗯。吃完饭把你那个帘子给你挂上。嗯。我说给你搁那屋了，车上去伸个炉子。伸啥炉子？啊。不到。那你空调不用停开子的种。嗯嗯，越往后越冷了，这是。那叫那得到豆豆那屋了，不冷啊，那个。那搁那住的一种。你拿着你那手工炉啊。啊。嗯。知道阳亮，太阳照着暖和。不中，今儿都过去了。嗯，不用，咱都就走。远啥不远？你开个这十来分钟到了，不远。吃完饭，把帘子安上，叫修理拉的你。洗洗澡，理理发。你这一冬天不洗澡都管了不管？洗洗澡，泡老多的了。吃饱饭了，朋友们，在这边呢后院这边招一个改锥啊，把那个二弟的那个什么拧一下啊，叫螺丝刀是吧？这个头是，这个头管用吗？有平口的，找个平口这种，用这个螺丝刀把这个修一下啊。主要是把这个通上电，这不这两天太冷了吗？奶奶了，这家伙都现在白日了还。这笨了，这都弄不了。咦，这不专业。这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。哎，那啥问题啊？那有配套的插头插板，你非得给拆喽。哎呀，你动了个切到一边去吧。修好了，朋友们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那个整好了啊，再把这个帘子换了。天冷了，开着空调，这个冷风都进去了。拌馒头。拌馒头。不唱啊！唱你，他不是打字啊。车开样式样式走了。你这盖住这一片扇的门呢？中，好，那我今在这边干。绑好了不？好了。再绑这边。中吗？中，这好了多。这管，这一进来这温差多大？这屋里开的空调，开了20多度，这屋里温度得有10来多度。别上了，你趁着暖和。叫修理开车拉着你洗澡去吧。在踢踢豆，在乐长院里边多好啊。里边暖和啊。你不用管豆豆啥啥，坐到前面拉上安全带上。都这样拉。啊。哎。挂那哈。啊，挂那哈，这安全啊。坐前面不咋晕车。
让织女为我们点头，每当花儿绽放。导展导展，水木清华。一会儿再进去。啊。拼着西凉茶走着，我再进去。你咱娘开不开那个锁是不？嗯，他招不住。哦，中。你再打个哈哈就看看。小亮。你说这哈哈说打都打了，你这知道你这话聊了，哎呀。你那个牙晃样了。哈哈哈哈哈中不上这西大中啊。里里往前跟着啊。短一点咋的，年轻点咋的叫啊，中咋的年轻点。到这边帮邻居买了点菜哈，再买点水果。有来了啊，再卖点香蕉啊，有要15块钱的橘子，16块钱的香蕉哈。这帮俺那个邻居卖完了啊，买了个羊头40，33块钱的菜，27块钱水果。理了差不多不呢，中理了小的啊，中这再都撑到年下了，下回啊，啊，都回来快过年时候领着你再立立法。这啥烧花神的烧了，100块钱能好吃了。晚上光留馍都中了啊。妈那奶奶立了管不中，管得了啊。管了熊熊带着啊，我同上啊。现在都5点钟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期视频有点长哈，我们明天再见。